TTG 夏季赛三连胜稳进 S 组，各直播间反应能够看到嬴政射程上的优势，怼到赤城，再被怼，再上墙，再被怼，再来，江城直接被九尾秒了，九尾二技能加大闪，直接秒了江城，江城一倒，拿什么赢关羽？再来一刀，再杀一个，正面中路兵线，水晶走到了兵线的位置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3-2战胜杭州老兄弟大鹅，晋级 S 组，稳定晋级 S 组。啊，一波不了，又被偏大，偏大招，但没事啊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守住了。TTG 还得浪费点时间。哎，赤城干嘛出来？你怎么敢出来，赤城？哇，这小马，小马 C 梦了。下地的时间完了，赤城。局部这边有点吃不消。东皇闪眼，咬得好，咬得好，一刀砍死，一波一波一波。最后个小北，小北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也得死，小北也得死，小北危险。那么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3-2。战胜了啊，翻了那个又是翻了，又的进化被打出来了，能够看到嬴政射程上的优势。来了，赤城，你为什么在这儿被抓到？踩脚一个转，还得靠老干爹出来救人，还得靠老干爹出来导弹江城。那老干爹要是不出来是那一波，那准备一刀打死下去。上小北一个人广 TTG 势如破竹，四打一，小北没有大招，完全可以不理，二连击破压进去，一波带走。17分钟，3-2拿下比赛，有点艰难，但是还是成功了。恭喜老盖，让老盖闭嘴，让老盖闭嘴，老盖这一盘全程没闭嘴。